我光顾着想严姐的事，车钥匙都没呢。不对，小瑞没手机。小瑞，你去哪儿？想要去处理拿酒了，忘了带钥匙。我去。 是范总啊，这么多私藏。哎，你让我帮你什么忙？我让你帮我什么忙？嗯。哎，小杰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带同事过来聚餐，还得感谢你上次送我的酒店券。哦，这样吧。 既然碰上你了，帮我一个忙，怎么样？帮你什么忙？我让你帮我挑一瓶酒。让我挑酒，我不懂酒。你不懂酒最好了，你要懂酒的话，万一挑了瓶很贵的，那岂不是……我要心疼了。 那我看着来了，那这瓶吧。这瓶酒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是我刚刚从国外费尽心机给背回来的。你说你不会挑酒？看着不像。这么贵重，那我赶紧换一瓶。哎，别，不用换了，挑酒跟挑人是一样的。 你挑中这瓶酒，说明你跟他有缘分，就像我认识你一样，也是有缘分，是吗？嗯。好了，你们就喝这瓶酒。你是要送给大家的吧？ 其实准确来说，应该是要把这瓶酒送给你的。你是我的 VIP 吗？所以你的朋友也是我的 VIP， 既然他们第一次到我这儿来，我就要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招待他们。你说呢？ 不行不行，我们这次来本来就用了你的礼品券，再拿你的酒太不好意思了。如果说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呢，你可以请我吃饭。那如果说你再有推辞的话，我就要怀疑你到底是不舍得喝这瓶酒呢，还是不舍得请我吃饭。我当然舍得，我肯定得好好找一个地方能配得上我们小齐哥的品味。那我是会谢谢你啊。我赶紧跟大家说一声。哎，我手机呢？ 喂，师傅，你给我打电话了。
你在哪儿？我在地下停车场，我刚才手机掉了，我刚找到。我问你刚才在哪儿？我刚才来车上拿酒，但忘带车钥匙了。我碰到范总，他还给咱们了几瓶酒。范总，师傅，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先回去。 咱们大家伙一块儿敬范总一杯。哦，谢谢啊，来。师傅到底去哪儿了？潇潇，还喝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有。有个事儿我忘了问了，你去拿酒忘在车钥匙，林老师后来给你送车钥匙了，怎么和你一起回来的是范总啊？你是说他去停车场找我了？不然呢？这样吧。 这两天我安排一下BBQ，然后静一下地主之谊。要是各位有时间的话，也希望各位赏脸。咱们热闹一下，行不行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先吃啊。范总，哎，咱们再走一个。哎，谢谢。拨下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 师傅，原来你在房间啊！嗯。哎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怎么突然受伤啊？嗯。我去找你的时候，遇见一个人的宠物被拐走了，所以一时情急就追了出去。就为了一个宠物啊？你这做事太欠考究了，一点都不像你。是啊，脑子一热就追了出去，什么也顾不上了。那人的宠物找回来了吗？ 那看来那个宠物得好好感谢你。那你说，他应该怎么感谢我？他能怎么感谢你啊？我不在这照顾你呢吗？就当是替那个小东西对你表达感谢吧。来喽，谢谢。 林小姐，我还没敬你。哦，一杯倒体质。小瑞，嗯，你看啊，阎洛就是没什么酒量，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好不好？欢迎阎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，我今天高兴，替他多喝点。别喝那么多，你少喝点。 我呀，我就是酱料。什么酱？番茄酱。<笑>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们少林的秘密。我们在座这些人里头，有好几个人都是落落酱野生后援会的粉丝。静后援会。来，静后援会。 左云那边什么情况？哦，我跟孙可乐说了，要升级妍姐的升级大礼包，明天咱们一起去泡温泉。听说在热的情况下，人更容易爆发。嗯，可以一试。嗯。哎，师傅，你说会不会明天也没有什么结果呀？那你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成为心理咨询师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。 所以结果都不是预设的，而是自己努力达成的。 Get， 小瑞，麻烦让服务员换首音乐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这首《风吹过的街角》很好听吗？它是有含义的，有两种声音，二胡加钢琴，这两种音呢，交融却不融合。 就仿佛两个恋人不能相爱一样。
为什么这个餐厅偏偏要放这首曲子？严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来来来，来我敬你。